这名叫做 Dinesh 的印度老汉，现年94岁。他在92的时候，50岁妻子竟然给他生了一个儿子，老来得子，老汉开心的不得了。Dinesh 并由此成为目前世界上健在的最年长新生儿父亲，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那么这个最年长父亲的真实百态又是怎样的呢？儿子来之不易，老汉对这个迟到了几十年的孩子是疼爱有加，含在口里怕化了，捧在手里怕摔了。